站在这边为各位介绍一个我非常非常非常爱的一个歌手，就是我们达德山工幼保科毕业的全月，欢迎全月。我们欢迎全月。大家好，我是全月，谢谢校长的介绍。是，我还是希望配合一下刚刚的那个我们原本的有啊、原本的一个安排，好不好？ Okay, 一两句，不用就直接。OK。感恩的心，感谢。谢伟老师在这高中三年来，就是教导我们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要努力的去完成，打破你所有无法完成的框框。像艺术节呢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每一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对不对？对。愿望课在哪里？愿望课在哪里？在那里看到了啊！好感动啊！看到我的那个之前的老师。这个拥抱和你来拥抱，好感动哦！今天真的是很开心，可以回来这边看到学弟学妹，然后还有之前的导师。好，我是要讲话吗？讲给老师听，把你刚刚的说，在办理儿童艺术季的时候，是他所学到的带给他的勇气，再大声的说出来，就是努力的把所有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，然后完成它，不管发生任何的困难还是什么挫折，我们都要努力的去完成，就跟梦想一样。所以在这边鼓励大家，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。谢谢老师，谢谢所有指导的老师，谢谢全月。好，我在这边也讲一讲全月以前在学校的学习状况。其实他一直是一个很棒、很有目标的孩子。那在读书的时候，其实他不只喜欢唱歌，他做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会很有规划，然后都会很有自己的梦想。那我记得他其实学业表现得很棒。那在参与我们幼保科各种活动，他都是非常认真的，然后展露他的各项的专长。可是我记得到高三的时候，他毅然决然跟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要继续往歌唱的这个兴趣梦想前进。”其实我有点舍不得他，因为如果说他能够在幼教界服务，因为毕竟我们是职业学校嘛，如果能够继续在幼教界服务，我觉得也是幼教界的一个非常棒的人才。可是他还是决定要往歌唱的事业前进。那当艺人很辛苦，所以各位达德山工的学弟妹们，我们一起给全月学姐加油，给她最大的支持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我加油的，谢谢。是，那在全月学姐唱歌之前，我再补充一个，我刚刚在后台看到她，我好高兴，拥抱了她一下，然后我就说：“全月你好瘦。”她说：“我还要更瘦。”哦，可是我是健康的瘦，唯有这样子才可以立足在歌坛。他的健康的瘦是每天都要运动，一个礼拜至少四次上健身房，再来就是要靠你的饮食控制，要吃得非常的健康，一定要吃东西。所以如果很想减肥的学妹们，一定要记得要吃东西，绝对不可以肚子饿，不可以饿肚子减肥，一定要健康的瘦。 对，所以我们跟着全月一起减肥，健康的瘦，迎向2018，我们欢迎全月。谢谢校长。好，接下来带来这首歌，是我自己送给你们，谢谢。
家一起互动。待会我会唱 And I say Hey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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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 yeah yeah I say Hey， 你要说 Hey What's going on， 这样子 OK 吗？待会后面会唱的话就跟我们唱好不好？
接下来呢，先颁奖了。好，好，来，记得先上。谢谢，我也爱你。好热情哦。好，我们先来颁奖每三物班的同学参加106学年度第一学期班级才艺表演决赛，荣获网络票选超人气奖特颁奖状，以此鼓励，谢谢他们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合照了。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到 YouTube 上面搜寻我的名字玄月，就可以找到这首歌 This is a war，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帮我去点阅这首歌，然后帮我去做更多的分享，然后也可以到我的粉丝网帮我按赞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，真的非常的热情。接下来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 This is a war， 谢谢。